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佛地，成佛了。嗯、哦，刚才做菩萨，现在就成佛，很快、啊。弟子佛地，机缘若熟，以一念相应会，顿断残习，坐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戴烈圣印身，成佛。那么下面就是说明通教菩萨成佛一直到入灭，啊，这一段是刚说到成佛，因为这是说明通教菩萨成佛的，啊，当时的这个境界，所以叫做佛地，啊，这个地呀、啊，把它看作境界，就是通教菩萨成佛的境界就是这个样子，啊。机缘若熟，机可化的众生的根基，通教菩萨成佛，他一度众生啊。那么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替众生啊种善根，使他善根成熟啊。那么成佛了，要度他得解脱，众熟脱啊。佛菩萨度众生，都是有这三个阶段。啊、嗯，现在是要看看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度的众生啊，熟了没有？根基、缘法熟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度他，使他得解脱了？啊、嗯，这就是所度的众生的因缘通通都铸成了，成佛了就度他们都得解脱。否则这个成佛的功用就达不到，所以要先观察，观察这个众生，可度的众生，有缘的众生，因缘成熟了没有，他的根基修行的功夫是不是佛一出现世间，他一听佛说法就能够得度啊、嗯？那么这就叫做熟。如果众生的根基因缘成熟了，他可以成佛度他了，那么他就是出现世间，那么这个视线的八相成道的情况啊，跟前面藏教相同的啊、那么从兜率天下来，那么降生在这个或者是王宫啊、那么然后出家修行一直到成佛，那么成佛的时候一样的还是坐在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藏教菩萨成佛呀，是顿时断掉正识跟习气。这里通教的菩萨他在前面修行的时候啊，已经把正识断掉了，只是扶习润生，把这个习气保留住。到了这个时候成佛了，以一念相应会，这个所谓一念相应呢、啊，就是他成佛的时候，他这个般若智慧。由自己的这个心地中一下子发出来，把这个习气顿时把它照破，好像现在的这种各种的方式啊，习气这个杯子里面的那些味道啊、那么一下子就把它洗得干干净净，顿时断除残余的习气，所以叫做顿断残习，残是剩余呢。行菩萨道的时候老早把正识断掉了，只是残余剩下一点习气，现在顿时把那些剩余下来的习气整个断掉，不保留，一丝也不必保留，整个把这个习气断掉，
那么他一样的坐在菩提树下，但是这个菩提树跟前面的藏教的菩提树就不大一样了。前面的菩提树是木菩提树，这里的菩提树是七宝的了，殊胜的多了。不过你不要以为真的用七宝去做的菩提树，还是那个木菩提树，一样是木菩提树，但是通教根性看起来呀，特别的高贵，如七宝的高贵，所以称为七宝菩提树。看那个菩提树的高贵情况呀，比起前面藏教的境界要殊胜的多，所以说这个佛地就是他亲证的境界，那么通教菩萨成佛的时候的境界就是度化通教的根性，通教根性比较利，他看到佛成佛的菩提树呀就是七宝的，就是七宝，并不是另外创造一个七宝的菩提树给他做，而是一样的木菩提树呀，通教根性的人看到就是七宝的，就是七宝的菩提树，那么前面藏教菩萨他在菩提树下坐的座位啊是用草，吉祥草，那么这个用草围坐，坐在草蒲团上，现在高贵的多了。通教菩萨成佛呀，他坐的座位是天衣，天上的天人呐，供养他这个天衣，天上的衣服，这个衣不一定是衣服了，就是布料，或者是很细很柔软的这个坐垫，敷在这个菩提树下，给这个将成佛的菩萨坐，这个所谓天衣呀，人间是见不到。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天衣无缝啊，天衣无缝，那好像现在的尼龙的都没有缝不通风，假如像我们这个南部那么热呀，恐怕还是不适用了，天上可能是比较凉快吧，将来去试试看那么天衣无缝，那是风没有办法进去这里所谓天衣啊，比较柔软柔软好做那么并不是一定啊有天上的衣显示那个座位啊很好，很殊胜，很尊贵，犹如天上的天衣，也有可能是天人供养的这个宝座比如说这个天上的很柔软的这个法座，给这个将成佛的菩萨让他坐，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天人也会供养的。将成佛的菩萨他有这个神通他当然能够见到，我们反复见不到。那么他的座位是以天衣为座，寿是七毛的菩提寿，这都显示他的境界比起前面藏教菩萨要殊胜得多。那么他成佛所现的佛身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圣应身，圣应身一样是应身佛，比前面的藏六比丘像要殊胜得多，所以叫做代列圣应身，甚是殊胜。他这个应化身佛呀，比前面藏教来要殊胜得多，但是还是人间的身体，所以叫做代列，代是肩带，肩带显示跟我们普通人间一样的人呐，但是他是殊胜的应身，那么他的境界比较高，成佛的这个佛也相貌庄严，要胜过前面藏教菩萨，所以叫做代列圣应身。列是指这个前面的藏六比丘像，因为还是在人间呐，一样还是在人间，在人间成佛嘛，那么他这个比丘像还是跟前面的一样的，不过他的相好庄严要比前面殊胜的多了，所以叫做代列圣应身。现这个代列圣应身佛呀，就坐在菩提树下就成佛了，那么他以坐在菩提树下，以一念相应的般若智慧，以什么东西相应呢？以无生四谛理相应，藏教是生灭四谛，通教所悟的是无生四谛，无生就是离，离是不生不灭的，四谛之离不生不灭，当下体悟到，他以四谛的无生四谛离相应，这一念相应是顿时把这个一切烦恼的习气啊
整个除掉了，啊，那么由此就具足实力，事无所谓，十麻不共罚，啊，一切一切功德通通都具备了，啊，所以因为他不但是正时见识或全断，连习气整个断掉，啊，那么所证的真谛离呀是究竟的，啊，那么不但是真谛离究竟清正，而且他的尘沙或者习气也去掉了，啊，那么俗谛离到这里也究竟了，啊，所以他不但是证真谛，也证到俗谛离，真俗二谛呀，啊，圆融无碍，啊，那么真俗二谛之离他都清正，啊，那么因此他的啊目菩提寿看起来就是七宝菩提寿啊，那么宝座不是草座，就是天衣宝座，都是殊胜天然，天表示自然的意思，很殊胜很自然。那么他成佛的时候啊，那么有天人夫座或者是殊胜的宝座啊，那么因为他还是个分段生死的身，跟我们人一样，所以叫做劣啊。那么殊胜的相好如须弥山，所以叫做胜啊。那么有众生的根基所见不同啊，所以通教菩萨成佛的境界也比前面藏教菩萨成佛要殊胜的多啊，也叫做成就这个代列圣应神佛。成佛了必定就要说法，没有佛成佛之后不说法的，所以下面就说说法，为三圣根性转无生四谛法轮，啊，为了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的众生的根性，为他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说的什么法呢？不离四谛，还是说的四谛法，不过他这个四谛法呀，都是显示四谛法的真理。所以叫做无生四谛，藏教的四谛理是生灭四谛，都是四相；通教的四谛是无生四谛，都是理啊。所以通教的无生四谛啊，苦无逼迫相，即无合合相啊，灭无生相，道不二相。这都是无生四谛之理，啊，我们四相上的苦是有逼迫吗？苦以逼迫为一呀，啊，例如说这个身体被打了，啊，被刀砍了，很痛苦嘛，就遭受到外界的这个种种的武器来加以逼迫伤害，苦有逼迫。现在这个无生自理，啊，这个世间的苦啊，以通教菩萨观察起来啊，就好像如刀割水啊，这个水用刀去斩去割，不会伤害，都是不动的。古时有这么两句话说，诸淫少皆，诸淫少皆成不动啊，月穿潭底水无痕，天上的月亮照到这个竹子的影啊，在这个台阶前面，这个一阶一阶的台阶上，台阶有尘啊，那么这个竹子的影呢，竹风一吹会动吗？好像这样的扫那个台阶一样，尘不动啊，没有动，为什么？那是尘影啊，尘影的扫把怎么能够把这个尘扫动呢？竹影扫皆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月亮穿在这个水潭的水的这个底下，清凉的水透明的，那么你一看水底有月亮，月亮从潭底穿过，也是照样会走动啊，也在穿过。可是水呀，没有痕迹，没有痕迹，啊，那么这两句话可以表达那个苦无逼迫相的情况，不动啊，这是离，不是四相，离是苦无逼迫相，即无合合相，即地的烦恼种子
造业，由这个外面的境界来配合它，有清音有助缘合合起来，因缘合合才会造业啊。可是越理啊、以无生之理来观察，这些烦恼当离不可得啊、没有合合不合合这些相状，所以说即没有合合相，没有因缘合合的这些啊、事迹啊、没有这些痕迹，因为是显理呀、啊、理本来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哪里有什么合合不合合啊，难道虚空与虚空有彼此合合吗？不可得，没有这些合合相可得，所以说即无合合相，灭无生相，灭地涅槃，生灭不可得，灭地当地就是本来不生灭，既然不生灭，生灭了不可得，没有生相也没有灭相，所以灭无生相，灭地涅槃本来如是，生相不可得，所以灭无生相。道不二相，思想上的修道是断烦恼啊、以修道来断烦恼，有相对的，有对待，是对治啊、例如说烦恼是烦恼，好像火啊、那么智慧来断烦恼，好像水，水加在火上，火就灭除了，有相对的啊、那是两个啊、现在呢通教所贯之理呀、这个道地之理啊、菩提烦恼不可得，生死涅槃不可得啊、没有二相，没有两边之相，没有菩提与涅槃生死啊、没有这个菩提与烦恼，涅槃与生死，这两边之相都不可得，所以说道不二相，没有这个所谓生死啊啊、所谓佛法呀涅槃啊，这些都不可得啊、所以般若之空啊啊、最后说设有一法过于涅槃呢、我亦说为如幻如化，不但是世间四相上一切诸法是如幻如化，就是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如果有一法超过涅槃，我也要说它如幻如化，实际上没有的，涅槃至高的境界，涅槃尚且如幻如化，哪还有一法不是如幻如化的？幻化中还有二法吗？幻化中没有二法，了不可得，所以以理来观察，生死当体不离涅槃，烦恼当体不离菩提，离开烦恼没有菩提，离开生死也没有涅槃啊。那么他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二相可得，二相对，相对就是二啊，好与坏相对，善与恶相对，有与无相对，是与非相对，世间出世间相对啊，这些相对的相在理上，道地的理上了不可得，没有这些二相，二相不可得，既然没有这些二相，当体即空，显示诸法之理呀、本来如是啊、没有所谓道地断烦恼哦，证涅槃哦，这些二相不可得，所以叫做道不二相。理虽如此啊，四相上的修行还是照样做的，不能只是废理。也不能着理执理而废事，总之不可以执着一边，执着一边都是错的，所以因此之故啊，体会到这种即空的道理，没有二相可得，修行照修行，还是照修，并不是说既然如此不要修啊，不要修又是落一边了，修与不修不可得。无修而修，修而无修，不二相，这就叫做道地啊、这叫做道不二相，这个道理都很深的啊、不是用讲的啦，我讲的嘴巴讲的哇啦哇啦讲的再多都是假的，你不要把它当真，真的不是用讲啊、讲的出来的都是假的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无生的四谛之理啊、苦无逼迫相啊、即无合合相，灭无生相，
道波二相，这个就是无生四谛。这些名相我念了几十年了，当然很熟了。哦，念了几十年了吗？二十多岁就念，现在六十几岁了还不够熟吗？熟是熟了，心里还是没有点墨，一点墨水都没有。那么这是通教的菩萨说的无生四谛之理，跟前面的三转四谛法轮不一样啊，魔刚观了。哦，前面的都是四相，普通人一听都能懂，这个就不好懂了。假如你是通教的根性的话，照样可以懂，不但能懂啊，而且能开悟啊。所以这就是通教菩萨成佛之后说法，为三圣根性转无生四谛法轮啊。无生之理同样是四谛，跟前面的说法不一样啊，要深得多。这是完全说理，前面完全四相啊。那么最后要入涅槃了，缘尽入灭，正习俱除，如炭灰俱尽，这是入涅槃啊。到了这个时候他要入涅槃了啊。那么所度的众生因缘已经度尽了，这缘尽入灭啊，世间没有不善之缘喜啦啊。如果你有人请你去吃饭啦啊，板幼豆啊，水挖出的哦，一碗一碗慢慢吃，吃过两三个钟点，最后还是要结束的，甜汤出来了就要撒腰拿了。哦，因为这个时候最后一碗嘛，甜的吃完了就得回去了。世间上没有不善之缘习，就是通教菩萨成佛他度化众生也是有因缘，缘尽了就得入灭。这边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他就入灭，入灭就是入涅槃。跟释迦牟尼佛80岁入涅槃情况一样的。入灭的时候，因为他老早就把这个正识习气都断除了，因为他正识跟习气通通都完全断除，所以叫做正习俱除，俱通通啊，同样都除尽了。这个时候入灭啊，好像炭灰都尽了，炭烧成灰，还没有入灭之前灰还在，现在入灭连灰也没了，风一吹那些灰通通不可得，都没了啊。这就是究竟皆空了，成佛了，说法完了入灭啊。诸佛菩萨就是这样啊，做度化众生事业没有停止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入灭了，他在他方世界又在示现受生，又在示现出家修行降魔成佛，又在说法度众生啊。那么在各地方都有他的八相成道没有完的，尽未来尽。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度化众生事业没有尽期，尽未来尽啊。那么说到这里为止，就是广明位置当中的第二详是到第十佛地说完了啊。下面是引证啊，第三段那个科判里面第三段是引证啊。引证是什么呢？就是引这个其他的经文里面显示这个三圣根性这个一通教法去修行成就的情况啊。所以引证来说明，下面引证的文字不到三行，正文里面说：经云三兽渡河为象马兔也，欲断或不同故。他这个引证里面有两段，这是第一段。这一段所谓经云什么经啊？涅槃经，大波涅槃经。涅槃经里面有说这个三兽渡河的比喻说有三种兽类啊，各河贵且啊，各河是哪三种兽类啊？象马兔，象是最大的了，马比象要小一点的，兔子最小的了象马兔这三种兽类都会过河，它都有力量过那个河流同样过河显示它同样断货，同样都能断货但是深浅不同，
深浅不同，显示他所证的境界有浅深，啊，所以喻断惑不同故，啊，比喻断惑不同，啊，像过火呀，步步到底，像的身体很大呀，体积很大，吨位很重，它很重，啊，所以它如果过火的时候啊，它只要鼻子不要泡在水里就行了。啊，全身泡在水里没关系，只有他的鼻子很长吗？啊，这个象的鼻子很长，他叫鼻子浮在水面，鼻子浮在水面不碰到水，那么他的四个脚都踩在这个水底呀、啊，一步一步的过去，步步到底，象吐火呀，步步到底，这就是比方菩萨修行步步到底。无论是正理修行，一都是道理，都是究竟，都是彻底，啊，所以显示他断惑呀，不但是证实断尽，习气也尽，彻底断尽，好像这个相过火呀，一步一步到底，啊，只要这个鼻子浮出水面，他就可以过去，每一步都到底，啊，这是比方菩萨。像比方菩萨过河，过河就是断烦恼，步步到底就是正实习气通通断尽，正离最为究竟。马过河，比方比之佛，稍微深一点，可是马呀，它会游泳哎，马会游的，我没看过了，不过我是根据书里面讲，据说这个马过河呀，假如水太深了，它会游泳，会泳过去。那么因此他就不一定每一个脚到水底，水深的地方他没有到底，脚没有到底，照样可以过去，一样可以过去啊。但是比起后边的兔子来，他就比较深得多，比起前面的象来，他没有到底，没有到底，所以这就比方这个比之佛断正时，习气也去掉一部分，不到底，没有彻底。那么意思物理也不究竟，也没有彻底，啊，只是悟到真谛的偏身之理而已，啊。马就比方这个比之佛，兔子呢？兔子最浅啊，兔子会游泳，会游泳啊，兔子它只是在水面的浮过去，水面浮过去，游泳过去，它不会到底的。不但是不能到底，就稍微深一点，它也没办法。兔子很小嘛。只在水面就浮过去了，这个比作声闻，声闻人最前就是直断正实，不断习气，阿罗汉，声闻他直断正实，不断习气，用兔子来比他，说象马兔三兽动合呀，比方这个三圣根性断或正实是同断习气，或者是断尽。或者断一部分，或者是不全啊，不断，这个情况不一样，因此显示他所悟的理呀、啊，也有深浅不同了。这是第一个比这个引证《涅槃经》说三说渡河，显示他所体悟的空理有深浅啊。河流可以比方作这个真空之理啊，同样体悟真空之理，究竟不究竟，彻底不彻底不一样。又。经云：诸法实相，三圣皆得，亦不明佛，即此教也。在引证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说的，所以说叫做又经，什么经啊？华严经，东晋夫陀波陀罗所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就是六十华严。六十华严的华严经里面有这么一这个句诵里面呢，他这里是用了三句这么几句话本来经文里面是五个字而诸法实性相，三圣亦皆得，而不明为佛，这里写作亦不明佛，原文是而不明为佛，这是根据这个六十卷的《锦义华严》，《锦义华严经》里面呢，有这么三句话，诸法实相，
实相也就是实性呐、啊。佛法里面呢、啊，显理的文字有的时候性相通用，实相有的时候也说它是实性，所以叫做诸法实性相啊、一切诸法的实性实相啊、这个诸法显示幻游，一切法的如幻如化，如化之游，实相实性显示真空啊、就是当体即空，诸法实性相，诸法实相显示诸法当体即空，幻游即空的道理。三圣一阶的声闻缘觉菩萨同样都能证到这个诸法实相，幻游即空，他们都能体悟。但是不明为佛，亦不明为佛，就是显示他还没有证到中道之理。要证熟圆融，证到中道才算是究竟，这里还不究竟，所以叫做亦不明为佛。不明为佛呀，就是显示他还没究竟，但是这里通教是佛呀，站在通教来看有佛，但是以后边的别圆二教看，这里的佛只是为通教根性示现，啊，有法而无人呐、没有真正通教之佛，这个等到后边别圆二教会说明的，所以这个佛只是通教的人的观察认为是佛而已，那么以别圆二教的根性来看，还不是究竟佛，所以叫做亦不名为佛，也不叫做佛。即此教言，那么这个道理啊，就是显示通教的意义，三圣共鸣的通教啊、同样能体悟这个道理啊、那么关于这个藏教佛、通教佛啊、后边还有别教的佛、原教的佛啊、这个圣前情况不同的意义啊，等讲到后边别圆二教再讲啊、假如你觉得有点怀疑或者是不甚了解的话，暂时保留，暂时保留，不过要把它记好，记住，等到后边听到别教原教的讲佛的时候啊，讲成佛的时候，你再注意听啊，到那个地方啊会说明的，这里不必提早说啊。这就是第三引证。第四，会同，会三圣同证的这个道理叫做会同。下文就是说，此教三圣因同果异，正果虽异，同断见思，同处分断，同证偏真，啊，这就是会同，这一段就是会同了。显圣三圣相同的地方，此教就是通教，声闻缘觉菩萨三圣因同果异，因三因都同，啊，那么同样是一样的发心，一样修行，一样断惑，一样证真，但是证真的果位啊就有差别了，不一样了，这果是稍稍有不同的地方。怎么不同呢？就是习气断的情况不同，声闻不断习气，缘觉比丘佛断一部分，佛果究竟断尽，这就是果地上啊论断习气少少有不同，所以叫做因同果异。正果虽异啊，所证的果位缘觉最高是比丘佛，声闻最高是阿罗汉，菩萨就是成佛。那么所证的果位三圣虽然不同，正果虽异，虽者不尽之词啊、所证的果位阿罗汉、比丘佛、佛三种不一样，是异，异就是不同了。但是他们都是同断见思过，同断见思，同出分断生死，生死有两种，变异生死，分断生死。三界六道众生都是有分断生死，啊、变异生死啊，只是生灭变异，不像我们人呢、啊、有死有生，情况不一样，那只是生灭而已，所以叫做变异生死。阿罗汉以上初三界的圣人，
没有究竟成佛之前都有变异生死，啊，就是所谓异生生。那么这三圣果人呢，同样是超出分段生死，超出三界六道的分段生死，啊，没有分段生死，这是大家相同，三圣相同，同证偏真。他们三圣果人所证的理呀，同样是证到偏真自理，啊。那么既然是同样证到偏真自理呀，那么这就显示他证理相同，啊，断或断证时相同，习气不一，断习气的深浅不一样，啊，这是断或断习气的同一情况。物理有浅深，啊，同样体悟真空自理，这个相同，但是有浅有深，这是异。啊，所以叫做会归三圣所证之理都是大致相同，所以叫做会同。嗯，书门里面的空判叫做同意，啊，也通了。不过这里是说明会同，会归相同的，啊，这个所证相同的情况，啊，那么意比较少，啊，也有异也有同，异同不同的地方，那么一比对就可以知道了。前面的引证呢、啊，都一一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欧含经》里面呢，往往可以看到，认为释迦牟尼佛他所证的跟阿罗汉好像相同，啊、往往看起来，所以这个声闻，以声闻的立场来看，好像佛跟阿罗汉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是有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细心去看了，会觉得一样。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说，这个中等根性的人，他认为佛所证的他都得到，那么他不晓得佛所证的比他这个声闻人要深得多了。到这里为止，科判里面的广明位次的第一段，明当教位，通教的当位啊，它的位次，一已经说清楚了。下面是第二广明位次的第二段，通前后位，这个通教啊，所谓通，也通于前面的藏教。也通于后边的别圆二教，所以叫做通前后位。现在要解释这个通前后位的道理。科判分为两段，第一双标，第二双释，把这个通前通后的这个道理呀、同时把它标出来，标示出来，然后加以解释。所以叫做双标双释。先说双标，然以菩萨中有二种位立顿。现在这里只越菩萨讲，但越菩萨讲，声闻缘觉不必讲，越菩萨，因为这个通教是正化菩萨吗？越菩萨当地来讲啊，他这个通前通后的道理，就是显示这个菩萨根性有立顿，然是转于此了。在这个菩萨位中，于是在菩萨位中啊，有两种，菩萨有两种，是哪两种呢？有立根的菩萨，有顿根的菩萨，这是总说明这个立根顿根两种，因为有立根顿根，所以就要分别有接有不接。我前面说过啊，对于研究这个法华四教的教理呀、要知道这五个字：转、接、同、会、接。这里就是有关接字了，第二个字，就接字。因为这个根性立顿呢，要论这个接与不接的分别，所以。这个通教的大圣菩萨是大圣的出门，有三圣共法，大圣出门，所以叫做共菩萨法。
共同所修的这个菩萨道，声闻缘觉也要如此而修。什么叫做接？接就接引呐、啊，接引，引导他进入后边的殊胜的位置。啊、最立根的一类啊，就是受原教的根性来接他，原教的教理接他到原教里面去。啊、所以引入原教，稍微立根，但是不如原教那么立的。啊、那么就受别教来接，引入别教。啊、如果是顿根人，顿根但不能受戒，顿根的不能戒，直在当教，啊、所以就不接顿根，不接接力，不接顿，接力不接顿，直接力根，不接顿根，顿根他只能悟到偏真之理呀，啊、只能体悟藏教这个偏真之理，所以顿根就通前藏教，啊、力根才能通到后边别缘。能通后边别缘二教的原理，因为他受戒，受后边别缘二教来戒，所以这个根性论立顿是单月菩萨论，这是双标，标出菩萨根性有理有顿。啊、下面就是双释，啊、同时解释这个通前通后。双释分两段，啊、第一说通前，第二说通后，所以这个双释。一是是通前，二是通后。先解释通前的文字，啊，正文里面说，顿，则但见偏空，不见不空。直成当教果头佛，行音虽殊，国于藏教体，故言通前。这是指顿根直通前面藏教。嗯，顿根的人他直见到偏离真空的一边的空离，但见偏空，偏呐、啊、偏离空的一边，不见不空，对不空的道理他没有体悟到，直见到真空。嗯，所以因此他纵然是行菩萨道，直成当教果头佛，头是最高的了，人的头不就最高吗？啊、所以这个头是指最高的位置，叫做果头，啊、佛国为头最高的，叫做当教果头佛。当教指通教，通教的果头佛就是前面的藏教，藏教佛与藏教佛是相体的。行音虽殊，国与藏教齐。通教菩萨与藏教菩萨修音不同，藏教菩萨修音完全在四相。所以叫做六度也是四六度，通教菩萨完全悟离，离很深，能悟无生之离，所以行音修音不同啊。修行的音虽然不同，熟就是不同了。虽然不同，啊、国于藏教起，因为它是顿根，成佛国的时候只能跟前面的藏教相齐而已，故言通前。因此之故啊。就是通于前面的藏教，那么成佛只是跟前面藏教的佛果相齐而已，啊，因为通教的菩萨他是福习润生，藏教的菩萨是离惑润生，啊，所以他的修因的时候啊彼此不同，啊，藏教是福惑行因，啊，通教是断惑正离。只是留住这个习气呀、啊，来滋润他的三界受生，所以叫做福习润生，这是修因不同。正果呀，因为它是顿根，成就只是跟前面藏教相同而已，这个叫做通前。其次说到通后，就是通于后边的别缘二教。对于通后之理呀，分两段，第一正是。正解是通后之理，第二料卷，啊，就分别这个意义不同的意义啊，料卷就是分别里面呢有疑问的地方，详细加以分别这个意义啊，我留到下次讲啊，然后。
大家好，我是吕俊英医师。 COVID-19 病毒传染力强，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曾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放生真美好。在台湾嘉义县的海边，经常会举办放生法会。在放生的人群中，有一位洪姓老太太，她长久以来都坚持亲自参加放生。你看，那位老太太又来放生了。她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坚持来放生，真是不容易啊。你说的是洪老太太啊？听说她从来没有间断过。她可是位很慈悲的老奶奶呢。是啊，那她可真是了不起啊。哎呀，老太太，您小心点的。谢谢，我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老太太，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坚持每次都来放生啊？而且我看你行动好像也不太方便。你们有所不知啊，我患了退化性关节炎多年，骨头都已变形，而且行动也不方便。啊，既然这样，您怎么还一直坚持参加放生活动呢？是啊，您的身体不好，应该在家里多休息才是。唉，我心里明白，这是业障。虽然我行动不方便，我还是要坚持一直放生下去的。我倒要看看是愿力大还是业力大，所以每次放生必定强迫自己一定要来参加，和大家一起走路，一起搬鱼，几年下来平安顺利，而且我每天至诚礼佛，身体越能弯曲自如。老太太，您可真是了不起啊。不过难道您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休息吗？有啊，还真有一次呢。妈，你的胳膊不痛了？是啊，只要坚持放生，我这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妈，你看你的胳膊现在也好多了，明天的放生法会就不必去了吧？你身体刚好，应该在家多休息才对的。是啊，妈，你把鱼儿交给别人，让别人替你放生也是一样的。嗯，好吧。谁知道我有了这个念头后的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我梦见好多好多的鱼在沙滩上，但海水竟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这要怎么办呢？不快点救他们的话，这些鱼会死掉的。我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实在太奇怪了，于是仍决定亲自去参加放生法会。妈，你为什么还要去啊？我想过了，今天的放生法会我还是要亲自参加的。昨天不是说好了让别人替你放生就好了吗？我想了想，还是亲自参加比较好的。
海水呢？啊，怎么会这样呢？过了一会儿，潮水开始上涨，就可以顺利地打针了。如果不是护法神刻意提醒，放生万万不可以偷懒，我差点犯错啊。像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有多少机会行善积德呢？怎么能轻忽怠慢，真是惭愧呀。看来放生真的很好，我们也应该像那位洪老太太一样坚持放生的。按理说是应该这样，但是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每次都参加啊。你说的也对。哎呀，不好了！哎呀，好痛啊！师姐，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掉进这里呢？要快点到路上找人帮忙才行。为了求救，他奋力爬到公路上，想寻求路过者的协助。可是当时天色已黑，这条路又有些偏僻，哪里还会有车子经过呢？哎，都这么晚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车从这里经过。然而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一辆汽车马达的声音从远处渐渐接近了过来。请快停车，请快停车，好心人，求您帮帮我，我的车翻倒在沟里，我朋友现在昏迷不醒，求您帮帮我。啊，老太太，怎么是您呢？你们快帮忙把沟底下的人救上来啊。嗯，好，我这就下去救人。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啊。哦，好的，我这就打电话。求菩萨保佑啊，希望这两位年轻人都能平安无事。由于抢救及时，这两位年轻人并无大碍，一切平安。一个月后，他们两人又在放生法会上遇到了洪老太太。年轻人，你们又来放生了？是啊，老太太，你也来了？当然喽，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行善放生的机会。你们若不是心怀善念参加放生，那次车祸又怎么能平安脱险呢？我们还真是惭愧，当时对放生还有一种懈怠的念头。将心比心，今后我们也要坚持放生护生的善举。是啊，老太太，您说的对，放生真的很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做下去呢？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电视。